你幫我攞啲單張過嚟。Hello。喂 ，Marco。Koey，Kelly。Hello， 好耐冇見。四五年冇見啦，你今次嚟同 Koey 幫手啊？你哋咁耐冇見，實大把嘢傾噶啦，我喺嗰邊幫手先啊。冇啊，昨晚睇電視見到你翻咗嚟香港幫李元手，咁我見得閒咪過嚟探下你咯。你點啊？幾好啊！本來諗住留喺加拿大發展，後來覺得要為香港做啲嘢，所以我翻咗嚟。我做嘢先，一陣再傾。其實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我都可以幫下手。點會介意呢？呢邊啊？就嚟開始啦噃，準備好未？已經同負責人溝通好曬，我出去 confirm 下。联姻相见中心，有请李议员。大家好，我系工联党嘅李天龙议员。好恭喜今日得到咧谢女士啦，同埋阿张生嘅邀请，嚟到呢度同大家讲解一下相见嘅议题。李议员，唔好入啊！先生，你咩事啊？支水瓶满咗，可能有问题啊！李议员，听讲你有家族遗传精神病，如果一旦当选，你又点样可以应付咁大嘅工作压力啊？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讲。我嘅身體係絕對冇問題。李議員，你係咪唔舒服啊？睇你面色，你身體好似真係有問題喎。點樣做議員啊？有精神病？我邊度有問題啫？根本就係你有問題，你黐線㗎！你黐線㗎！你黐線㗎！黐線！放下！放下！你邊個？你想害我？新界西立法会参选人李铁铎今日参选一个竞选活动时，有记者问有关佢家族嘅精神病记录，李铁铎突然情绪失控，破口大骂在场记者。今次真系连个天都帮我。咩事？柳议员，有位卫生嚟揾你。柳议员，卫生呢边。柳议员，柳议员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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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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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伟爷，唔好系，随便坐。好好好，今次偉爺同埋兩位公子特登嚟揾我，一定有咩大事發生啦！相信柳議員今日都有睇過李鐵岳嗰條新聞片啦。條片出咗唔夠一個鐘，全香港已經有幾十萬人睇過啦。唔知柳議員滿唔滿意啊？等我仲以為邊個朋友咁幫手，原來偉爺你啊！我哋三父子小事牛刀。當係送俾柳議員嘅見面禮，難得偉爺你咁幫手，我諗以後冇咩難題可以阻到我。只要我成功連任，我一定會忘記偉爺你嘅拔刀相助。究竟李天樂係咪有精神病？睇嚟佢嘅個人健康狀況成為今次能否參選嘅重要關鍵。呢件事之後，李鐵岳嘅支持率跌咗5%。雖然話李鐵岳喺童年嘅時候曾經俾佢患有精神病嘅媽媽虐待過，佢亦都因此而睇過心理醫生。但係呢啲已經係好多年前發生嘅事，而且醫生已經評估過佢而家嘅精神狀況係冇問題嘅。點解啲記者會挖翻出嚟講呢？幕後一定另有推手。入嚟，媽，化驗報告出咗。李鐵岳飲咗樽水，驗到安非他命，就係導致佢情緒失控嘅主要原因。李鐵岳可能會以為係我哋做嘅噃。咁嘅情況，唔好話合作，就算要揾機會同佢解釋，睇怕都好難。冇咗呢位白武士，唔單止領事，整個社會嘅將來都會操控喺一小撮人嘅手裏邊。我哋唔可以坐視不理。
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